大家晚上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来玩这一个上次说要继续的奈落二。那我们就来看看吧。哦，不是你，按错。哦，我刚好像卡在一个很尴尬的画面。他刚是刚好变脸，是艾琳。哎，醒醒！啊，干嘛站着发呆啊？啊，这是上次那个婊子，哦，他现在有样子嘞，他眼睛是绿色的。你啊，别在他后面啦，去到他前面吧，烦死了。虽说其实不烦。艾琳好可爱哟。哦，这里就是那个传闻中的地方吗？看起来挺像一回事了嘛。哎，这地方比想象中还要可怕、啊。那么现在该怎么办？完了。要回去什么的，根本说不出口啊！陆凯斯，我好害怕哦！我假装害怕来吸引陆凯斯。没关系啦，大家都在嘛。哦，艾玛果然很害怕。陆凯斯，如果发生什么事，你就要保护我哦。当然啦，惨了，现在想回去也回不去了。嘿嘿嘿，陆凯斯，谢谢你哦。啊，那么要怎么做？全部人都进去确认吗？还是不要都进去了吧？为什么？因为恐怖小说不是都写吗？全部人被进去之后啊，就被囚禁在建筑物里面的定律啊。哦，我有听过耶，艾玛好厉害哦！第一个上什么了才不要？嘿嘿嘿。那怎么办？首先只让一个人进去确认一下就好啦。哎，不会吧？哦，对啊，确认安全的最重要的吧？一个人去怎么饶了我？我才不要嘞！那只要一个人进去，我要后面确认门的安全，所以我排除。拜托，随便谁都好。我也害怕，所以我也搭陆凯斯的便车吧。哎，真是的，这么一来不就只有我吗？奥利弗不去也可以哦。啊？这里不是还有一个适合的人吗？就是为了这个才叫上他的、啊。喂，艾玛，你进去确认一下吧。虽然我的本命是陆凯斯，但我对奥利弗有些兴趣。你有碍事吗？那你还把他叫过来？他比他好看多了。干嘛？有意见？有什么不满吗？宝宝还想反抗我吗？摇头。那就拜托啦。这女的真让人火大，不给她搞点留言可不行。婊子。艾琳讲说他很乐意哦，其实一点不乐意。哦，这样啊，那我就安心了。做得好，艾玛讲。哎，快进去确认啊，快滚啊，蠢货！哎，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但不想去的话就说出来吧。还有，这是我为了护身拿过来的柴刀，你要吗？老头，这样啊。然后他们就进去。那么我们就要等着吧。是啊，艾琳，以后会找你约会的，这次你就原谅我吧。你到底哪来自信，觉得你有办法吸引到艾琳？艾琳可真是个蠢女人啊！不过再怎么说，她也马上就会被吓回来吧？还说她会回来哭鼻子呢。啊，不管怎样，都能看到艾琳丢人的样子呢。想想就觉得好期待。啊！怎么了？这什么？艾玛！哦呦！他怎么会闪了？那一开始就被干掉不就好了吗？切！喂，假面巨人，你到底要干什么？他就跑掉了，他就大叫一声，然后就嘟往下跑了。啊，还有一个很可怜的躺在那边呢，那个躺尸的没有人要理他吗？虽然我也不想理他了。奈落二，他们在错误的时间点团在错误时间分开。是啊，游戏包含暴力画面和血腥元素。Yes， 就是应该这样讲，在电影里面，很多人都在错误的地方选择做错误的事情，来导致这一切悲剧发生啊。例如说，在不该做爱的地方做爱。啊，类似这一种的，很多都这样子啊！我真的不明白他们到底为什么一定要在荒郊野岭那边做爱做的事情啊！
艾哦，对，艾琳干掉那一个，那个什么杰森的，一年后哦。王都十王学员，那你又是谁？那么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了，回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哦。特别最近啊，王都啊收到很多魔兽目击情报，就算王都骑士团的成员都已经开始在附近巡逻了，但魔兽出没的原因仍然未知，要注意不能走小路或人少的地方。还有我一直在强调的，绝对不要靠近贫民窟。那个又是刚刚跑掉的那一个废物，废物婊子。好了，回家吧。最近经常听说有人在这条街上看到魔兽啊，现在没查清楚是怎么回事啊，反正和我也没什么关系，回去吧。那什么啊，笑死我了。对吧对吧，就是啊，又是那群讨人烦烦的贵族啊。说起来高二那阵的课基本上都和那个传言中女人一起，真是太糟糕了。名叫艾玛的上流阶级的高二女生，高二婊子吧，再加上她还是大贵族怀特家的婊子啊，而且估计大部分人都没注意到，那家伙其实是个腹黑女。那该说是女王大人的那个样子吗？不，感觉更像独裁者，感觉两边都不太像耶。老实说，要是没什么大事的话，我绝对不想和她扯上关系。算了，回去吧。对，他叫做埃贝尔，埃贝尔。好，我们现在来到了这边，这是他们学校。女生是二年级的第一名，成绩优越优等生。阿玛利亚从中学开始，不知道为什么就陪她同一个班。从中学开始没什么说过话，后来我在看这里的人都没什么说过话吧。啊，她好像和老师聊得很投入，还是不要打扰他们比较好。不过就算我去搭话，也会被无视吧。说到底，我和她也没什么缘分，然后回去吧。嗯。啊！阿玛利亚喜欢他，但谈话没有注意到这。哇，要是被那个家伙告白的话，可是100%信心拒绝的哦。嗯，这个男贵族是波恩家的少爷，而且也没听说他有什么好事。据我所知，这家伙也有对很多女人出手的传闻啊。呵呵，真的吗？笑死我了。这个男的是贵族，说白了是个无所谓的家伙。话虽如此，也没听说这男的干过什么好事。据我所知，这家伙就是利用自己的身份对各种各样的女人出手的渣仔。艾玛在一起的时候，能大概感觉出这个家伙的目标。不过，再怎么说，艾玛家也是大贵族，除了强硬的手段之外，也没什么办法了吧？啊，这个呢，这家伙就是小透明了、啊，就算不在也可以的家伙，只知道随身附和别人的家伙。那你呢？真可怜。这家伙是绕着艾玛转的贵族女，说白了我对她没什么兴趣。你对谁有兴趣了吗？那个孩子跟那男的表白了，真可怜。真的吗？笑死了。根本没意识到自己有多丑呢。是啊，不然就不会去告白啦。就是啊，哈哈哈，这也太神草了。这才说那帮对嘴的对话很可怕，这还没被盯上，赶快回去吧。然后那男的就把他狠狠的甩了呢。接着呢，那孩子就开始嚎啕大哭，满脸哭得像水滴鱼一样。光想到就想到肚子痛了，真的很恶心呢、啊。说得好过分了，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那帮家伙脑壳有包啊。他们应该不是脑壳有包吧？他们应该是脑子不知道在装什么大便吧？他们可能想养那个想养狗，然后喂它吃食物，他们把它养在自己的脑袋里面了。话是这么说啦，但这里也是比较高级的学校，能在这里的脑子还是够用的、哦。所以你脑子其实也是够用的吗？欸、真的看不出来、欸。那你有加入什么社团吗？我是插画社的啦，但因为人数不够，马上要废部了。只是装装样子也可以，能加入我们社团吗？哦，对不起，我是回家部部长，所以不行。好了，请你再考虑一下吧。再见。拜托。哦，那就给我钱了，200万我就答应你。骗人的吧？200万呢、欸？而且现在就有。有钱人好可怕，好想赶快回家，真的好可怕哦！这些人是怎样啊？你看200万对他们来说只是200块吗？嗯，艾玛好可爱，太可爱。大概是一年前吧，有不好的传闻，你知道吗？不知道什么样的传闻？你知道一年前这个时候吗？艾玛她向学校请了一个月的假，不知道第一次听说生病了吗？
他本人好像说是因为身体不适，但无可不动认为怎么说。不管怎么说，一年前那个时候的那三人的事，你应该知道的吧？哦，我知道，那三个人好像都是失踪的吧？名字好像是路凯斯和奥利弗，还有一个女孩子叫什么来着的？妈，总之就是这三个人了、啊。那么艾玛和那三个有什么关联吗？其实啊，我一年前和艾玛去了同样的班级，上课的时候也基本都在一起。然后啊，有两个男生和艾玛的关系很好。不会吧？那两个人就是，对，就是路凯斯和奥利弗哦。哦，真的吗？那样的话，不，等等，他另一个女生和艾玛的关系是，这个，那个孩子和艾玛关系很好吗？抱歉啊，果然还是没什么关系啊。哎哎哎，你怎么能在现在停下啊？好了，回去吧。所以我们奥利弗就这样子死翘翘了。为了救艾琳，他把他踹下去。一个个都这么喜欢说闲话，这就是所谓的人性吗？不过话说回来，刚才那传闻好像是真的呢。虽然不知道更多细节，但失踪的三个人的事倒是真的。啊，反正和我没关系就是了。不管是卢凯斯还是奥利弗，都是不认识的家伙啊。听刚才的传闻，好像都是和艾玛关系很好的家伙吧？那他们肯定也是上流阶层的人啦、啊。然后那个女孩是名字是什么来着的？我记得我在传闻中听过。算了，赶紧回去吧。最近真乱，整天都是让人不安的事。传闻太讨厌了。我只是个学生，明明学习就已经够累了，饶了我吧。再加上身份地位的差距，平民的日子也不好过、啊。而且这所学校七成的人都是贵族，我上的课还都和大贵族艾玛的差不多。算了算了，赶紧回去学习睡觉吧。嗯，这边是怎么了？怎么那么多人？那又是我要走的路。前面出现魔兽，没有被害者。魔兽出现，蜘蛛一样的魔兽。人太多过不去啊，走别的路倒也不是不行，不过那样的话多花两个小时，所以现在的话还是等一等会比较快。那么在骚动结束之前，该去哪打发时间呢？然后你就跑去了隔壁家的餐馆，咖啡店吗？不过在这种小巷就有咖啡店，正好又来打发时间，进去看看吧。哦，两人，欢迎光临，请问是一个人吗？是的。座位在那边，点好餐后，这个叫我。总之先坐下吧。果然跟我一样属性，我们都喜欢躲在角落区。我觉得角落很舒服哎，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这么觉得，就是比想象的还要好喝哎。谢谢惠顾，多谢款待。这家店虽然人很少，但是个让人安心的好地方啊。以后时不时来这一趟好了，顺便处理掉学校的那一大堆作业。啊，差不多，那一条街上的骚动也要结束了吧？回去吧。艾玛。哇，刚才那条路人好多，走不过去。是啊。那两个男的好像和我同班吧？所以说艾玛也是。话说回来，这条路真的没问题吗？没问题，没问题，绝对没问题。放心吧，艾玛，我的手下们都调查过了，一定没问题的。奇怪了，我记得这前面好像死路啊，也就是说，那两个男的可是有和各种各样女人搞在一起的传闻呢。不过那女的估计也不知道这些事吧。自己的快乐就是要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我一直想这么说一次来着的，现在终于说出来了。话说他们不是贵族吗？为什么连个保镖或者随从都没有？这也太不小心了吧！算了，稍微跟上看看吧。你想过去就过去，那边唧唧歪歪一大堆。到底为什么要去关心艾玛那种婊子？我真的无法理解这些人的想法。哦，完全无法理解。如果你今天知道对方是个婊子，你还想要关心他干嘛？对啊。阿雷，这条路原先是这样子吗？我怎么记得这里是个死胡同呢？算了，随便。铁管，先拿着吧。找到了。等等，你们想干嘛？别这样好吗？啊，这样不好吗，艾玛姐？
放心，不会弄疼你的。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可是怀特家的贵族，你明白吗？他们可是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哦。啊，艾玛是想威胁我们吗？很遗憾哦，那个是行不通的哦。没事的，没事的，放心啦，我们不是好朋友吗？而且艾玛，你之前不是说过吗？想找个男朋友嘛？对啊，你看，我们对艾玛来说，不就真适合吗？我想说的不是那种事，嗯，够了。那艾玛讲，差不多该过来了吧？不会做什么过分的事了，只是伤害我们做一下而已啊。嗯，之前居然还有点相信你们，我可真是个笨蛋啊！真是太恶心了，早知道会这样就带着保镖好了。怎么办？这样的话不就跟一年前一个样吗？可为什么我就是这么不长记性？那个，求你们不要做这种事好吗？比起这个，我更想去购物哦。对了，下次大家一起去海边吧。我们买了很可爱的泳装哦。不想在沙滩上看我穿泳装的样子吗？不行吗？哦，真麻烦。能把它按住吗 ？OK。不要，快住手。嗯，看起来真无稽啊，笑死！那怎么办？旁观还是帮他呢？就我个人来说，其实是不想淌这段浑水的。不过这里的话，还是去帮帮他吧，想想也挺可怜的。而且这也是向大贵族怀特家卖人血的机会啊，不该怎么帮他啊？毕竟那两个男的都是贵族，也不能直接用这根铁管做他们。而且这个好神哦，他头上的话，弄不好会把他们打死哎。话是怎么说？对方也是两个人。下手太轻，好像也容易被打回来。我之前连吵架都没有过啊，怎么办？如果像理论中的那样，用强烈的态度去说服他们的话，哎，为什么艾玛一直都没事啊？这什么？被吃掉了？骗人的吧？不要。等等，冷静一下，不要想，什么都不要想，走先动起来，动啊！哦呦，帅气哦，这个姿势。对，就现在，快跑！脚动不了了。可恶。我好痛啊！哦，不过幸好这个没那么高。喂，艾玛，快起来，那东西要追上来了。哦，比想象都还要痛，实在不行了，我可以背你走。没事的。能动吗？嗯。好，快走。话说，为什么会有魔兽啊？啊，他们那边封了老半天，魔兽在左边，他们封底下，那意义在哪里？没追过来吗？不，还是快一点吧。这些所谓的骑士团们是吃什么长大的、啊？金克拉吗？脑子都不行了是不是？用这一个。能有个铁箱真是太好了。虽然很重，不过这样就能把路堵住了。对了，艾玛，她还好吗？哎呀，他现在手上拿武器，动作也帅气多了哦。哦，这是铁箱哦，我以为是什么呢？不想理他了，管他去死哦。哎呦，为什么要确认一个婊子的状态啦？